将正是此。我和苏诗念先生是正当情侣关系。苏总是华腾置地最大的股东，又是盖格资本的负责人。原先您愿意入资华腾置地，我们十分欢迎，但现在的情形您也看到了，考虑到公司利益，也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对我们的负面影响，我建议您先暂时休息一段时间。如果您不愿意离开，那我们只能选择宣布让他暂时离职了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今天下午我将召开发布会向公众回应，正式退出华腾置地。其实有媒体朋友发现了，我们这个盖格资本的苏之念先生以及华腾置地的宋青春小姐，两位传出了绯闻，据外界的猜测是存在一定的钱色交易，所以在30分钟以后，盖格资本的苏总也会来到现场，向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做出一个。一旦举行发布会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现在只有你能帮苏总。你是不是恨苏总？针对目前华腾置地与盖格资本的不良影响，经董事会一致决定，在此宣布。我将正式辞。我和苏诗念先生是正当情侣关系。正当情侣关系。Thank you.